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欢迎收看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王者荣耀》克隆战，我欢迎是孙悟空，对欢迎是韩信，首先说一下这两个英雄我都没有，这两个英雄就是在克隆战偶尔能玩得到，韩信的二技能是晃方向，上一次就是用韩信，然后跟那个妲己打，老是那个二技能用错了，然后飞到他们的面前给他们狂揍，这次使用的是孙悟空，孙悟空的技能还是比较正常一点的，方向是正常的，现在比赛开始哈，我加了一个二技能，二技能就是他这方向是往指哪是往哪飞，不像韩信往倒着飞，现在我们三个孙悟空走在中路，有一个孙悟空没出现，没出来，难道是卡机了吗？还是掉线？现在有一个韩信出现，没打了多少血，先不管他，先打小兵。他竟然冲下来打我们，我们先震他一下。快没血了，准备打他，他躲塔里的。我们那个孙悟空也出来了，看来是没掉线，吓我一跳，虚惊一场。要不然四打五肯定输的，因为我用孙悟空肯定也用不好。我跟着这个人，跟着这个孙悟空一起打，然后看准备拆塔，有没有韩信冒出来？没有啊，先拆两下啊，有一个韩信跑出来，赶紧跑，换一个一技能，一技能就是丢一个自己的分身，分身也能打一下人，这个逃跑也好用啊。我想看着我的兄弟被打死了，赶紧跑，赶紧撤。我也打不过他，因为我技能也没恢复出来，出去的话也是送死。现在中路好像有三个韩信在那里，我现在还是打兵挣点钱花育一下，又一个韩信，还两个韩信在这里，这个韩信突然跳出来打我一下，我丢一个分身就跑，我们英雄死了一下，现在比分1-2，他暂时落后，现在只进行了2分钟。这位韩信想偷袭我吗？我今天在塔下，有本事你过来打我呀！但是不见他人影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我现在就剩一半的血了。草丛没有，看来他已经去别的地方了。我去中路看一下能不能支援一下。中路的孙悟空又挂了，这个还在打我塔，先打你一把，再来一技能二技能，都用光了，没有大招，继续往下追一下，打算了，打个野。我玩上路塔没情了，现在升到4级，有了个大招，现在可以加一个技能，又一看见一个韩信，来一个大招，应该能抢到人头。不是我抢到人头，不过也助攻了。现在比分反超，4-3，现在比赛进行3分钟。我去支援一下上路，不知道塔能会保住塔。还有一半的血，还1/3的血。现在先保住一个塔，如果我再不上来这座塔，肯定就没了。这个躲在草丛，我技能没恢复，现在技能恢复，准备去蹲他，但他不下来，下来了，准备换，突然又冒出两个韩信，来一个扫堂腿，完了完了，在塔下被干死，两个英雄。这下就这么挂了，上面的塔，那个韩信还在打塔，没想到被塔射死了，也算在我头上。现在我就挣了这个人头，就是杀了一个人，死了一次，然后助攻一次，然后上方的塔就是一滴血了，直接被干一下就基本就没了。那我刚才先走中路。把那个英雄，那个在韩信在打塔的韩信死了之后，还能挣是我一个红。
好，没人猜，那我现在猜中路的他好了。我现在还是下路打得很激烈，两个韩信还是三个韩信？三个韩信，两个孙悟空，不知道能不能拖得胜啊？不管他，我先拆了一个打。来，我下来去看一下能不能支援一下。好，碰上一个，打他，一个大招，跳灰，快快快！哎呀，给他跑了，这个时候忘记掉点斩杀，手不快，光看着人，技能换完了，没点斩杀，要不然去又去一点就不知道，可能有可能还会把他人头抢到。啊，现在只能等待机会。啊，又出现，来一棒！哎，他又跑了，他上追不到，我也技能没有了，现在回头走中啊，还有打龙的。啊，这个时候应该要去打龙，不应该打这个。好，应该能抢到人头，没抢到。哎，人头又错失一个。哦，现在进行了五分钟，将近六分钟了。比分是10-8，一次击杀，一次死亡，一次助攻。啊，现在打这个蓝怪，蓝魔。啊，打我也快没蓝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啊打这个蓝好慢啊。我的装备还很差。打好，准备。好，去中路塔。哦，看见一个韩信，先躲到草丛。哎，没人下来啊。飞过来半打一个韩信，换一技能、二技能、三技能全部放。好，没抢到人头吗？又不是我的，我赶紧打一下。哦，抢到一个人头。啊，现在终于抢到一个人头。现在也没血，飞还一下，补一下血，准备去上路。上路的二塔有危险，不过有一个英雄已经上去了，有一个成功。啊，天下无双。啊，超神了，肯定是那个什么魔，果然是这个龙魔，果然是大手呀，跟着他混，有他在，我们基本输就不会输得太惨，或者还有赢的可能，啊，基本是有赢的可能性，因为我们现在比分是14-9。哇，又天下无双，有他在，肯定能赢吧？被终结了，不管他，我现在拆上路的塔。哎，突然又出现一个韩信，等一下，躲在草丛看看有没有机会揍他。好，揍他！哎，他现在不动了，哎，反弹。再飞一下，再来一击啊！终于抢到，终于是被自己击杀一次啊！完美击杀啊！被他打了两下啊！又被他打了一下，就是两格血，赶紧回啊！现在对方又出现一个韩信，幸好回去了。现在比分17-13，打了将近9分钟，我杀了三人，死了一次，啊，助攻5次，啊，现在保护上路二塔，没有见到兵啊，先打这个小兵，左打右打，嗨，这野区有危险，哦，被干掉了，下来支援。哎，两个韩信，不知道能不能宰掉一个。哦，终于宰掉一个，而且我现在也有危险了。
啊，没技能了，糟糕，快死了。啊，幸好他不追下来。啊，我这赶紧跑，赶紧跑。啊，现在杀了四个人头。啊，比分19-14。哇，我翻那个龙魔，超神，全场 MVP 肯定是他的了。继续走上路，准备拆那个塔。来一个二技能，飞得好远啊！打这个炮兵，好，100多天，140。先躲草丛啊，中路有个韩信在对峙，好，现在拆塔，应该没有韩信过来吧？啊，有一个韩信过来，现在想想能不能把塔给拆了？好，拆了一个塔，啊，可又跑出一个韩信，要是没出现这个韩信，我肯定会把这个韩信给干掉，被另外一个韩信来一下，啊，现在画面开机又边录边玩，有点卡。啊，这个韩信应该快挂了，这个技能飞，哎呀，还是给他跑了。哎，这两个韩信都没血了。哇，直接塔下，哎呀，再一个，三个孙悟空打一个韩信，能不能揍的？又跑回去了。哎，现在比分缩到21-19，缩差距只差3分。啊，我杀了4次，啊，现在比赛进行了11分钟半，啊，哇，这下飞过来就死啊，糟糕，哎，杀了一个，这下也死了，杀一个死了，有四个韩信，这个时候飞过去杀了一个，如果不杀的话，跑的话，也可以。哎，那个我花那个龙母，他说给你们脸。哇，这个韩信大心特大杀特杀，挑衅他。啊，我复活了，看一下我们那个大神能不能把他们杀光。看来一出马就杀了一个耶。这个在拆我方的二塔，哎呀，塔被拆了，别跑，好，终于又宰杀一个。好，现在比分又领先了，还是领先3分。龙墨王者的什么意思？哦，杀了个巨龙，现在挣了钱。好，打小怪，看看能不能拆个他的上路二塔。啊，突然冒出两个韩信，快跑！躲到草丛。好，我们换英雄。啊，龙魔出现。不知道能不能啊？四个孙悟空啊，这个孙悟空出现，好，先把这个宰了，应该能宰到的吧？哎呀，没宰到吗？再打回头，哇，我快挂了，还好击杀掉。啊，就差一丁点血了，抢到一个人头，现在红蓝都有。好，现在进行14分钟啊，比分是7-25啊，我击杀7次，死亡3次啊，助攻6次啊，继续走上路啊，中路有危险，又开始骂队友傻逼了。如果我在对方，肯定也要被骂了。还好这边有个高手。
好，大招两个，二对二。哎呀，我击杀一个，不知道能不能再击杀这个。再来一个，花一技能，二技能，哇，快跑！有三个寒星，糟糕了，又被终结了。好不容易又连杀两三次，又被终结了。现在要等40几秒才复活。哇，三个打一个，肯定挂了。这个时候就不能再上前冲了，要再上前冲，也就是一个个去送死了。现在看一下啊，我方塔现在就是都就是高地塔了，对方的塔还有两个二塔，啊，主宰被宰了，这下赢的几率会更大一点，因为比分差距不大的情况下，谁宰的主宰优势就会更多一点。还有看见一个海星，飞放二技能、三技能，啊，几个咒还咒不死你。现在胜利在外，准备集合团来一个最后一战啊！因为时间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6分钟了，是该分胜负的时候了。好，全体走中路攻击。好，我还没到站就已经杀了一个，啊，突然从后路冒出一个，这不是送死吗？我们四个孙悟空在这里。好，飞上来啊！直接拆这个中间的塔。好，中间路太差了，继续飞。好，就是死了四个，还剩一个还行。哎，好，就把这个还行杀了，就直接团灭。OK 啊，团灭。哎，还有一个还没死，再打。好，直接拆家，加一个加血的。啊，好了，赢了。这次是有一个超神的队友就是好。看一下数据，哇，超神杀了17次啊，三杀超神啊。好了，谢谢，就到这。